你一个人在干嘛呢？给。没事，就是自己瞎逛逛。什么没事儿？事儿都写你脸上了。哪儿呢？我脸有字儿啊。你还装？阿波都跟我说了，你跟丁笑的事儿。死阿波，嘴这么快。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不是说好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儿都要跟我分享的吗？我知道，你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可是，有梦想就好了，其实结果并不重要啊。默默，我每次在你面前跳舞，你都夸我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一直哄我开心啊？我没有骗你，也没有哄你，我真觉得你跳得很好。也许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我就这么认为的。什么不是专业的？你本来就是一直在哄我开心。也许我这一辈子只是一个业余的舞蹈爱好者。你怎么变得那么没自信啊？这是我们的训练基地，以后每天下午3点都可以来练习。谢谢你，夏伯伯。不用谢，你爸爸交给我的事情，我可不管慢的。默默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申真一，我韩国老朋友的女儿。我们已经见过了。你们见过了？是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之前没有跟你说我是射箭的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一次。肖伯伯常常说起你，说你射箭很厉害的。谢谢。以后你们有时间可以经常切磋切磋。好，你们练吧，我走了。
哎呀，阿伯，你这干嘛呢？快点过来看一看，我的杰作《阿姨写真集》。什么写真集？我看看。我把他的照片弄成一本写真集。这明明就是偷拍，什么写真集啊？哎，我不跟你说，哎，你说我把这一本写真集送给珍一，这个礼物好吗？哎，你小子，你给我也拍了不少照片，你怎么就不说给我做一本写真集呢？啊哈，你是女的吗？不是吗？哼，你小子啊，以后甭想拍我。我终于发现了，哈哈，今儿怎么了？这么高兴啊？没事儿，别骗我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懂。什么叫不懂啊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射箭是哪个国家比较厉害？你师父不是天天念叨，当然是韩国了。妈，我今儿啊就跟那个韩国女箭手申真一较量了一下，哎，你猜结局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分胜负。申真一啊，他竟然来我们舰队练剑了。你怎么跟他打个平手啊？你应该赢他才对呀。哟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呢？他在韩国啊，可数一数二的高手啊。这么厉害呀？啊，没事儿，别长敌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嗯，要有机会啊，我还想跟他再比一比。到时啊，我就一定赢了，我就相信你最能干。嗨，嗨，吃点东西吧。好啊，帮我加了。对啊，吃的好不好？蛮好的。在中国练剑的感觉怎么样？练剑就是练剑啊，换个场地也没什么大不同。但是啊，真的有点时间没练习了，有点生疏。昨天我见到邵伯伯的徒弟。谁呀？田默默啊，跟你说过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怎么样？他真的很不错。很不错，很少称赞人的我。不过我想，他再强也强不过你。怎么讲说？如果你不比他强啊，现在怎么会一脸轻松还笑得出来？不过我们只试了几件，没分胜负的。那你肯定没有发挥出你真正的实力。要知道啊，你们在国际比赛中是对。